学院，欢迎来到战中斗医学院。院，战斗啊，战斗学院。那德莱文指定是带净化，这都不用想了。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。无论刮风还是下雨，太阳照常升起。日，晚日。全军出击！这钱赏你了，估计你能用得上。给不了队友，不好意思。听我的，保持警惕。完了，又开始卡了，老跳聘呢。吃点好的，我请。给你抽两下，够意思不？多来下路啊！用我的蓝，一换一。我有两个小兵，你有吗？坏了，这波死的有点难，差一个小兵生。我是想跟他一块闪，你知道吧？然后勾引他一手。小路坑我没抽着人呢。坏了啊，坏了。早说呀！德莱文净化210。我会保护你。这波德莱文不杀，奇耻大辱。还行啊，可以接受。差一下。不过这波其实我跟你们说是赚了，你知道吗？这波其实是赚了。这么大一波兵，德莱文都没吃着，给派克吃着了，让他吃。
完了，还有净化呀。没事，我定他一手撤就可以了，小问题。哎呦，你还挺能 A， 我发现600块被我们给拿了。哎呀，他们的阵型将不复存在。这波马上有点盐，点盐就不着急交了啊！无论刮风还是下雨，太阳照常升起。美丽西拿一波双杀，虽然我们死了，但问题不算特别大。哎，这人马这边来的比较慢。我直接来个布甲还。下波我们直接大德莱文往上穿。好好玩啊，对面老母鸡4个红宝石。等 AD 直接大了。操，这没大到啊。跑得好快啊。等一下 AD 六嘛，那 ADC 还没六呢。守在前线。我突然之间发现我好漂亮啊，好漂亮，这个皮肤有点漂亮的。德莱文净化不知道好没好啊。靠，这都没死啊。
黎明就在眼前。不行就杀派克呗。不怎么办、啊、没什么队友啊兄弟。AD 不会啊 ，AD 还行，其实。AD 玩的还可以。和俺们下路其实关系不算很大，一共就下路有点优势，你没发现吗？这下路也不好推呀、啊，不好推也推。附个 E 技能吸地快点。回家守一波吧。上高地了，上高地俺们也没办法呀。上高地了又能怎么办呢？钢铁烈阳之匣了。把银马杀了，死！不行啊，跑得太快了。哎呦，我这银马还装备。我说实话，你这个大呀，不是大呀，你这个 Q 啊，闪现 Q Q 快了，你等他疾跑没了，你再 Q 他呀，着什么急呢？沙米拉有 W 了，没事，那老母狙没用。守在前线。着急上，走一波吧。我想大那派克呢，没大着，没大着，算了。等他们来，这在网上，他妈放。我钢铁烈阳之匣。
哎呀，好好好，哎呀，比荒二还行。那沙米拉十级了，德莱门才八级。哎，全给打了，漂亮！哎呦我漂亮，沙米拉 ，nice。来人，给我把永恩的马杀了，助助兴。扫一波中吧。操作还行，装备差了点。这个老母鸡其实可以杀啊。哎呀，老母鸡这么狂吗？老母鸡。老母狙好像装备不是很好啊，不至于这么狂啊。没法杀，算了吧。那人马来我们不一定能打得过，大都用啊，不行算了吧，等一等。太勉强咱也不好打，不要太勉强。哇、wow、哦！晕他！子！队友没带，不打了。溜了！这杰斯挺那啥呀？头挺硬啊，杰斯。那杰斯上一身也不动，辛德拉预判了一下，没预判到。老母鸡是不是又跑中路来了？哎，我好卡。走，回家把眼儿弄完，然后出来做眼儿。最重要的是针眼需要多带点啊，这游戏现在得要视野。我们等级不错，我们是十一级，打野才十级，上单挂机。把视野做一下，无论刮风还是下雨，太阳照常升起。我中团其实不现实，我说实话，中团还是费点劲。那银马一会儿出来了，俺们打不过，不能在中路待着。你让我说什么来着？我就知道这银马80%银马出来，俺们打不过。能去？哎，没闪过去。
把这头猪给我杀了，助助兴。大龙搞不搞？我会保护你。试试看吧，反正这都到这一步了，就这么地儿。大龙试一试。第一次看见猪妹被杰斯打崩了，杰斯，不是杰，那个永恩是上路啊，别赖人杰斯，杰斯没毛病。给个匣子，拿一波助攻。守在前线。哇，好像有点小带节奏啊。没事，你老母鸡。我傻了，怎么还能被斩了呢？好怪呀、啊！我这边闪现了，怎么还能被他给斩死了呢？但其实我觉得能打过，你们发现没？现在只差七个头了啊，七个人头，杀米拉已经杀十二个了，七个头啊，七个头，来波中路团一波。我说实话，现在接团对面还真不一定能打得过，还真就不一定能打赢。小龙要不要？老母鸡这么烧吗？给个匣子，我死！哎呀，我这玩意儿好像没上啊！看你们的了，兄弟们，给我杀！杀米拉，给我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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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玩意儿我都忘绑定了，我都忘记绑定了。我看看还有个什么玩意儿呢，再出个啥呢？下件装备给出什么？啥不都没开。不要在意我的细节，我就是个菜逼。我们主要就是秀皮肤来了。这日女的，我都多少年不玩的英雄啊？骑士之士，来个骑士之士。我是太阳的抉择。来呀，杰斯，杰斯，杰斯啊，杰斯！萨米拉回家了吗？不回家呀，先给他绑定一手。我们在身边保着他啊。这老母鸡是不是有点装备？指定，指定。哎，大龙啊，翻了！大龙打不打？我绝对不能倒下。
没事，我们一起回家就可以了，没关系。小路死死吧，死他一个其实问题不算太大，没有关系，他死不死都无所谓，只要这大龙能打下来就可以啊。上路先守一下，然后一块推波中不就完了吗？多大点事儿呢？还是风龙龙魂，还没什么用的龙魂。守在前线。主要沙米拉等级太高了，你们没发现他等级特别高吗？来，可以打了 ，ADC 只要在就可以了，来吧，可以干了，来来来来来，可以干。直接中推。他们开始打牵制了，我保着点 AD 吧，我就只要在 AD 旁边就可以了。没人不敢上，钢铁烈阳之侠闪现定紫定定紫定，哎呦我操，定来给我走呗，哈，我上了，该死，走呗呀，继续啊继续啊，哎，就剩一个了，这不推中完了吧，我推算了吧，来我这里集合，这都给他绑定啊，绑定我中路插了个眼儿，他们应该开家了，派克怎么还能出家呢？我们先把这眼儿拔了。哎呦，沙米拉！哎呦，沙米拉！啊！哎，钢铁烈阳之侠！哎呀！俺俩推中吧，你去跟他玩去。对。这玩意儿还怎么还得闪的呢？
跟我说撤吧，啊，撤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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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撤。就算了，这里怎么有个眼儿呢？我可以给他来个干锅救赎之类的，给个干锅吧，给点控，比较怕控，万一失误了让人给控了就不好办了。老母狙可以杀，不行，对面要推中。哎，我好像可以直接过来接他们呀。这么能好，大龙吧，来来来来来，死两个，好像能。我回去，我回去，我回去。啊，烽火剑魂回去了，那他回吧，我不回了。我把这中单给他单杀了，漂亮！其实我觉得现在兵线压力大一点，先拆中，拆完中再打大龙。干嘛呀？呀，有点歪，不好意思，有点歪啊，小问题。我寻思那派克能上呢，你知道吧？派克他不上。回家了，大龙吧，来来来来，大龙，等我先回趟家啊，我先回趟家。哎，不行啊，这沙米拉 不走，我不能走啊，他不走我不能走啊，我们必须得跟着他。来来来来来，我们必须得跟着他走。大龙打了就好打了，大龙打了可以跟直接一波试试看。没事，他们拆不掉。给他整个干锅。来我这里，有人在这里 respawning soon。我们已经神装了，在家里边给他们插上眼儿啊，在家里边给他们插上眼儿，把视野给他封住。这小鹿怎么死的？我有匣，没事，漂亮，一波，
老母逼。大度德莱文，超级兵，沙米拉死了，那不完了吗？哎呦我沙米拉，守住啊，守住，守住，兄弟们。这一波是4-2。哎，好大！超级兵把德莱文打死，漂亮！小鹿立功了，漂亮！拿下，拿下，拿下，拿下！立功！立功了！小鹿立功了，哎呀！